肩膀疼痛难忍。怎么办？这是因为你没做好日常的准备和保护，病情一直反复再进行，花了好大一笔钱也没有什么改善，经过这么多的求来的方法也没起明显的作用。肩膀患病真是折磨人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一肩周围阻止损伤，肩膀长时间保持着某种姿势不动，一直低头工作和肩膀上承受的压力过大等情况，均会对肩部周围的组织造成损伤，引发肩部疾病。二、肩关节受到创伤，肩部受到的外部伤害有好几种，如肩部挫伤、骨折及肩关节脱臼等，在日常的护理中可能某些地方会出现感染、发炎、疼痛和肌肉抽搐等情形，可导致肩关节和周围的组织连在一起，从而引发肩部患病。三、风湿侵袭，肩膀的位置比较特别，在睡觉时很难做到保暖始终良好，会因睡姿不好被刺滑落的引起肩部受凉，这会使肩膀的血液流通和物质代谢不便，致使肩关节四周的组织受到影响，时间久了使肩膀出现疼痛和限制。肩膀患病的原因大致就是上面这些，因此我们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改正这些能躲开的事情。肩膀出现问题时会有什么情况？一、肩部痛，这是自发性痛，患者没有任何活动也会发生，且疼痛持续的时间较长。二、肩关节活动受到一定限制，肩膀疼痛的时间过长，患者因害怕疼痛而不敢做某些动作，如洗澡、梳头等，活动受到限制，这些对肩部患病的人来说都是有些麻烦的事，且病情反复发作，疼痛一直都存在，因此就要及时选择相对应的措施去克制肩周炎的蔓延发展。那么肩周炎我们又该选择怎样的保守疗法呢？中药外敷疗法是肩周炎最为常见的方法，由纯中药制成贴敷在患处，直接贴在皮肤，药力能够渗透皮肤进入患处的软组织和骨骼，对软组织实行消炎止痛，从而排除对神经的压迫。有一些药物成分可以抑制关节面骨质增生的发展，从而达到的宗旨。以及核心学术期刊《中华骨科杂志》中曾刊登过中医古方膏贴、起无通贴，此贴传承于400年明朝正德年间，坚持采用原产地中药材，经过36道工序古法熬制，具有通经活络、活血化瘀、消炎止痛的功效。经皮给药能够有效消除神经根无菌性炎症和水肿，疏通经络，滋养受损的椎间盘，使其恢复原有弹性，达到椎间盘回缩、解除神经压迫的目的。经数万临床案例验证，对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肩周炎、关节炎、踝膜炎、半月板损伤的骨科疾病，有效率 90% 以上，获得了中医最高荣誉国家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。作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正规纯中药膏贴，其无痛贴现在淘主上找到，方便了许多腿脚不方便的朋友。除此之外，肩痛患者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多注意保护肩膀，做以下锻炼。一、俯身下蹲，侧身站立在窗台或桌子旁，二者保持的距离应有一条胳膊远，伸直手臂，手侧放在桌面或窗台上不动，弯曲膝盖向下蹲，这时身体偏向后侧，使肩关节被动向外展。二、爬墙，身体面对着墙壁站立好，两只手向上伸，趴在墙上，同时两手用力向上爬，身体保持不动，每一次攀爬的高度要比前一次爬的距离远一点。三、仰泳法，坐在椅子上或站直，两只手臂像仰泳一样依次滑动，也可以进行倒退着走，每天做两次。刚做的时候肩膀感觉可能会比较痛，动作坚持5-10分钟，随后依据个人情况而定。四、展翅，两腿分开站立，两脚宽度与肩宽相同，手臂伸直向两侧抬起，像鸟飞时张翅一样与身体呈构成直角，停几秒钟后慢慢放下手臂，共做40多次。肩周炎患者一定要注意，
在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做一些运动，帮助自己的身体提高抵抗能力和恢复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